慢都像贵族一样。现在这些楼、这些个这个房子啊、地产是租啊，还是说是全部买下来了？全部都是华人的，是自己买下来了。全部都是啊，这个楼都是工人贵族比较多。这里还有一个房子，房子、啊。哎呦，谢谢。啊。啊，广东顺德啊，我们以前是餐馆，因为那个疫情呢，我们要现在中国这贫困已经成了历史了。我们14亿中国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，踏上奔向共同富裕的新的征程。